有媒体拍到范冰冰与母亲一同现身自家开的美容院门口。范冰冰穿着一身牛仔休闲装，戴着帽子轻松出街，手里端着一盒水果，边走边吃。到达路边后，更不顾形象，用手剔起了牙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范冰冰这是放飞自我了吗？照片中，范冰冰对母亲当街撒娇打闹，心情看似不错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